玩，不是玩，今天我们要来这个奇怪，就是什么东西都有的商店，来这里来玩这个跑酷。我发现啊，他其实把这个跑酷做得很简单，没必要分一二三关吧。你看我现在在这里跑，然后上来再上来之后，这其实如果是回旋跳的话我就真的不会了，不过这种梯子跑酷的话真的蛮简单的啦，就只要按住虚浮头然后往上走就好了。你看这样218就到手了。哦，这里第一关的话我是还没有试过啦，因为我觉得有点有时候这里会跳过头。跳这里，果然这里没有屏障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里了，我之前看过有人跳过，没有屏障的在左边，在左边啦，一定在左边，三选一，在左边啦，有没有？哦，我直接跳过来嘞！等一下，这感觉是，哎，我直接跳过来嘞，差不多，我直接跳过来，这太猛了。那我们今天这部看起来就是跑酷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虽然说，我觉得第三关应该跟第一关调换一下，或许说第三关的难度可以再增加一点。那我们这个跑酷，下次见咯，拜拜。还是挖矿可能比较轻松吧。